就是反击现在效果打出来，所以呢就整个阵型就得往前压，整个阵型往前压呢，有的时候就陷入了阵地进攻，阵地进攻呢如果被围抢，那只能走地面，起不来球，没有机会空球，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有可能后防线就会吃紧。对，郝俊敏，好的，机会，把球交出来，西塞打门，哦，这球，哎呦，蹦蹦跳跳，是有点意外啊，这个球。对，这球，这球反正打门挺有意思的。现在你看杨旭他也一脸懵，他不知道这球是怎么进的。看上去是个爆杆，结果呢出杆之后变成柔枪了。哎，一会儿慢动作看一看是不是左脚射门打右脚。哎，然后出现了一个反弹。嗯，这时间还可以啊，看变化啊，这个抢这一下很关键。这动作太难了。弹回到王申超身上，然后再打回来碰到西塞的身上，是吧？这球抡腿抡的反正